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坚自由换》，再加波斯，多加 battle。咁啊，今次咧我哋咧就会抽呢一个嘅嘢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呢个活动做咩事呢？就有呢个嘅新 SSR 嘅超级杀艺人咧，就呢一个嘅比达啦，就爆弹咁样超激战，即系你抽到呢只咧就可以。去打個奪卡覺醒咁，可以覺醒佢噶啦，系啦。咁啊，但系咧就另外我哋睇下有啲乜嘢啦。咁啊，有比達啦，咁啊吳凡啦，第十一宇宙嘅不敗神話個字唔識讀。咁啊，自由嘅戰士，超速嘅戰士，愛嘅超特急。人造人十七号，不退系咪真？应该系嗰啲咩啊？唔会退缩嘅决意咁样啦。我谂大概个意思系咁啊，吴凡啦，十七号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呢度咧就写住超级杀人嘅呢个 SS 嘅比达啦，另外呢、這、一个。唔系呢个，系啦，就系呢一只嘢咁样嘅，就登场咁样啦，咁就抽一个啦。咦？佢呢一个都系、哦、必登场嘅、哦。OK， 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睇下中啲乜嘢啦。咁啊，因为龙珠超咧，我就未睇嘅系啦。咁所以咧，有好多人物我都唔知系边个嚟啊。咦？呢、這个 GT 嘅悟空我系冇嘅喎，超级杀人。二孙悟空 GT 杀亚人的本领发挥杜拉格斯十七号都是十七号啦。又是啊，悟空的爸爸比达，魔童，就是菲利军团那些，不是、啊、这个不是菲利军团、啊、这个是菲利的手下而已。有那时候南美星篇咧，呢只嘢系有嘅，系啦。吴凡，咦？呢只我见过喎，呢只超级杀人孙吴凡，最强嘅继者。系啦，咁啊，OK， 我今次咧呢两只咧就是、我抽卡嘅战利品啦，系啦，即系呢两只 SSR 系啦，咁啊 OK 嘅，因为呢只我冇啦，第一呢只悟空，咁另外就系呢只我印象中好似系。好嘢嚟嘅，如果我冇记错嘅话，我睇过嗰啲 list 咧，系即系如果冇睇错嘅话啦，系啦，即系呢个真系要睇翻。咁啊，系啦，今次咧我哋呢一条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咁多位观众。咁啊，如果你中意呢一条片嘅话咧，可以揿个 like 或者 share。如果你想支持我嘅话，
你可以订阅个 channel。咁啊，我哋下一条片翻嚟再见。咁多位，拜拜。